而空军的螺丝真的松掉了吗？ F5 战机在冬奥坠毁的那一天，有一架幻象战机从新竹空军基地起飞，结果呢被民众拍到，这个发动机喷气孔的尾管罩竟然已经松脱，那么发动机内部构造我就在这样高速下直接暴露在高空中，可以说是非常的危险。国防部空军司令部在今天召开记者会坦言，的确是维修人员没有确实的把尾管罩固定螺丝拴紧而导致的，那么深入调查之后会进行惩处。幻象战机起飞的英姿让许多军事迷为之疯狂，不仅外表帅气，更负责高空拦截敌军先进战机的重要任务。但新竹空军基地一架编号2212幻象战机本月13号下午4点被民众拍到，空中战机的发动机尾管罩竟然已经松脱掉落，这个非常离谱啊。这个幻象啊，在维修在检修的时候不落实啊，这个或许会造成再一次的飞机失事，对我们飞官们心里的恐惧，会影响到他们的战力，会影响到空军的士气。从对比图来看，右边的尾管罩正常能保持机身表面平滑，减少阻力，但左图机身尾管罩已经脱落，经过调查发现原因拴紧的4颗固定螺丝竟然只锁了2颗，而且没拴紧，另外2颗根本没拴上，确定是负责维修人员的人为疏失。对于整个机体结构，对于发动机的功能性能是没有影响的，在下午5点安全落地。即使幻象战机安全落地，但同一天两架 F5 战机才在冬奥坠毁，造成3名飞官罹难，空军的螺丝老是锁不紧，已经大大影响国军士气。三立新闻王汉杰、黄嘉伟台北报道。至于台北市政府的是被踢爆说局处首长放任司机乱领加班费，市议员